近日，在新疆南部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玉里县，百万亩棉花进入铺磨阶段，大田耕种，用科技手段助力棉花播种，助力春耕。条田里伴随着轰鸣的农机作业声，驾驶员只需在装有北斗自动导航等作业系统的大马力拖拉机上，按播种要求设置好机具偏移值、作业幅宽度，拖拉机就能在导航系统引导下，按照规划路线自动驾驶和精准精量播种。卫星导航的呢，这个播种呢，这个一定要让它播直，直到什么程度，就是每100米左右偏差不能超过2厘米。王祥金介绍，2021年玉里县计划种植棉花100万亩左右。2020年秋季冬灌比较早的地，将根据土壤伤情采取一些措施。第一个呢，如果气候合适，咱们可以采取这个双膜覆盖这种方式呢进行播种。如果觉得气候不合适，地温暂时升不起来，咱们就先把膜和滴灌带铺设好，等到地温起来了，气温稳定了，咱们再在这个膜上呢进行点种。近年来，随着新疆多地全面深化土地流转加模式，推进土地流转给农民专业合作社、棉业企业等，实现统一种植、统一管理，有效促进了棉花提质增效。通过对流转的分散土地进行破埂平地、滴灌改造，建成高标准农田，全部实现机械化种植、集约化管理。2020年、2021年两年呢，我们实施面积是15万亩。同时呢，今年我们还引进，试验示范这个智慧农业这个项目，也就是在水肥一体化的基础上，充分利用这个物联网新技术，在整个棉花的整个生育期吧，对它的这个水分、病虫害实时的进行监测。土地流转打破了传统种植模式，实现农业规模化、现代化发展。土地流转后的农民也通过加入合作社，在企业打工，增加了收入。我们家有40亩土地流转了，我现在合资社开拖拉机，一个月挣5000块钱。我们现在开始铺磨，为了不误农事，扎板扎垫，精确扫一点棉花铺下去。玉里县位于新疆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腹地，距乌鲁木齐市520公里。玉里县作为全国优质商品棉基地县，2021年坚持根据不同区域、不同水、土、光、热等条件，大力推广适应的主栽品种，做到科学布局，同时实施棉花膜下滴灌、配方施肥、病虫害综合防治等综合配套技术，提高单产，稳定高产，增加棉农收入。据了解，该县100万亩棉花计划于4月25号前完成棉花春播工作。